现在刚才医生过来说了一下，就是问了一下，这个情况，就问，他呼吸怎么样？后来给他搞了氧气机，然后呢，现在目前状况是，很不好，特别不好，医生问了一下，就是，你有没有什么心理准备？那我大概就知道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之后，希望就是让他尽量减少痛苦吧。虽然也在尽力的治疗，就是我今天如果把他带回去，明天就不用带来了。没尿吧？别看他尿上了。今天很不正常，特别不正常。平时他这会儿应该尿3次了，一次一次都没尿。啊？跟喝水没关系，输液也会尿吗？对啊，你输液不是再有液体进入体内的证明他现在肾已经不正常工作了。输着氧气，现在他老实点了，不那么折腾。肉肉他们刚才回来给我带了汉堡和薯条，先吃点。米勒。米勒，米勒，那彻底失去意识。还痛啊？对啊。输完液了？这液输完了？别输了，去吧。没办法，减轻他痛苦，主要是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自己的。在联系了啊？已经打了电话。打完电话了，他会过来这里是吧？还有这好不容易啊。就别看了吧，看看吧。没遭罪就不错了，太难受了，太痛了。来的时候是航空箱，走的时候是纸箱子。哥，这人和狗不是都是一样吗？走的时候能带多少呀？米老已经火化了，送去。我们也尽力了。真的尽力了。能开着吧，车里边太压抑了。哥哥没回来，那你就这个，我把昨天把那个吃的全部倒了，冻在冰箱里了。就饭吃饺子，到时候给奥斯卡吃吧。奥斯卡可以吃，米老回来了，换了一个样子，换了一种形式。我们还会带着他。
去进行我们接下来的旅程。今天心里不是很稳定，然后很难得的在视频里面拍一下这个喝的几杯，因为肉总和胡哥他们都在跟前啊，那个我不希望我的心情影响到他们，我也没让他们过来跟我说话，或者其他，让他们都回屋里边去了。我说我想自己待待。